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291页啊，291页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啊，第三行最后一句，次列弥勒者，大宝积经，发甚之要会，这一部经我们过去好像讲过三遍啊，就是大宝积经发甚要啊，甚发甚之要会，在这一部经里头弥勒问佛，若有众生发十种心，随业业心呢，专念向于阿弥陀佛，世人命中当得往生彼佛世界。世尊，何等名为发十种心？由是心故，当得往生彼佛世界。这一段文是宝积经里面发甚之要会的经文。宝积经是一次大的活动啊，在这个活动的时间很长，佛讲了很多经啊，也讲了无量寿经啊。世尊在世讲经教学三百余会，像这种大会比较少有，这个大会啊要讲好开好多年才能圆满。那么通常小的会，最小的是有一些人遇到佛了，向佛请教一两桩事情，佛就给他解答了。这经文很短，只有几百个字啊，这样的情形很多，我们能够想象得到。释迦牟尼佛没有到场，都是在树林里头啊，我们讲森林里面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常随弟子
是跟世尊跟一辈子啊，不离开的。临时来的人就很多了啊，到这来亲近释迦牟尼佛三天五天一个月半个月的太多了啊，这些没有记在经典里，经典里面记载的常随众。那么这个大会呀，参加大会的出家在家有20000多人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包括在家居士啊，也肯定有，因为在第二品里头德尊普贤，世尊为我们举了16位尊者啊，这16位化身大士等觉菩萨全是在家的啊，出家的菩萨只有这3位：普贤、文殊、弥勒啊。现在我们介绍弥勒。弥勒问：何等名为十种心？十种心呢，在我们参考资料里都有啊，参考资料非常丰富。啊，所以有很多地方呢我们都省略掉了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里面的名词术语啊，全都查得很清楚，分量跟这个黄念老的注解差不多相等啊。对于修学无量寿经呢，带来了很多方便。那么这段文是从三藏法述念佛十种心这一条里头，它的出处就是大宝积经啊，前面所引的跟念老所引的相同。弥勒菩萨白佛言：如佛所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功德利益，说若有众生发十种心，随意业心专念彼佛，世人命中当得往生啊。可见的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时时刻刻都提到。这个挂壶里头有个小注解：梵语弥勒，华严慈氏，我们前面介绍过了。梵语阿弥陀，华严无量寿啊，阿弥陀直接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无量寿，也翻作无量光啊。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的啊，用无量寿无量光啊，就完全代表了寿代表时间，光代表空间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就用光寿两个字都代表了啊。这个名号含义深广，没有边际。那下面呢，给我们说这十种心，这是这个法身实要会里面所说的啊。第一个，无损害心啊，此地这个十种心很重要
学佛的人，特别是念佛人，为什么？念佛人在学佛里都有特殊的地位，他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啊，而阿弥陀佛在一切诸佛里面，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以地位很特殊，一切诸佛都没有的。因此弥陀的弟子一切诸佛都尊重，为什么？尊重你老师啊，连带也尊重你的学生啊。那我们做弥陀弟子要替阿弥陀佛增光啊，不能给阿弥陀佛抹黑，那这十种心就非常重要啊。头一个，没有损害心，损人利己啊，伤害别人，这个心决定不可以有啊。下面又简单解释，念佛之人于诸众生常起大慈之心，不加损害啊！啊，像弥勒菩萨一样啊，大慈大悲对待一切众生啊，令得快乐，使民无损害心啊。我们要常常想到，对一切众生呢，要帮助他离苦得乐。啊，哪些众生？不只是我们佛门同学，不只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啊，至少我们的心量要包含整个地球。凡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我们要一视同仁，像兄弟姐妹一样。啊，要有这个心，这就是菩萨心肠。啊，这还不够大。那么这个扩大，三千大千世界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这个教区有多大呢？是一个银河系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再乘上一千是中千世界啊，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总共十一个。十一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释迦牟尼佛在不在？在，不在我们地球，在别的星球上。你想想看，他的教区十这个十万亿个银河系，啊，处处他都现身。我们这个世界，三千年前。啊，印度一些同学语言成熟了，释迦牟尼佛
印化在印度住世80年啊，我们中国人算虚岁，释迦牟尼佛80岁圆寂的啊，为我们表法。表法的意思就是今天所说的，为我们做模范，做榜样。世尊一生的行医充满了智慧福德，神通，啊，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的本能。佛所修的，每一个众生都有。他在华严会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教育教人呐、啊，教人第一句话了，要把教学的目标说出来。啊，佛是我们的老师，他成佛了，告诉我们每个人本来是佛。那换一句话说，教学的目的就是教我们成佛、成菩萨、成阿罗汉，成佛才叫究竟圆满啊，目的真正达到了。菩萨跟声闻、阿罗汉是当中的阶段啊，像我们读书、读小学是一个阶段，小学在提升，读中学是个阶段，中学再向提升，读大学。佛教学也如是，希望我们个个都在大学里面拿到最高的学位，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就是佛陀。啊，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的，你应该要拿到这个学位。啊，佛陀这个学位叫究竟觉，觉而不迷。菩萨虽然觉悟还没有圆满，阿罗汉是刚刚觉悟啊，他不是凡夫，凡夫不觉啊，六道凡夫不觉啊，迷惑颠倒啊，啊，佛的教学第一这个开始就要帮助我们觉悟啊，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迷惑颠倒造成的。啊，觉悟就离开了。六道是一场梦啊，不是真的，是假的。那么我们在六道里头待的时间太长了，无量劫在搞轮回。啊，烦恼习气太深了，觉悟有时候还好像，哎，容易，放下很难呐、啊。
那么佛陀的标准，真正觉悟，那就真正放下。觉悟而没有放下，那个觉悟不是真的。真觉悟一定放下。啊，换句话说，有缺他还有怀疑，不够透彻了。诸法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叫诸法实相。啊，一切诸法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啊，这是科学上最大的一个问题，一个命题，到现在还没有人攻破。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就整个宇宙，整个宇宙里头的万事万物是从我们心想生的。我们听不懂啊，我们听了怀疑，怎么是我心想生的？真的一点不假，确实是心想生啊。这一桩事情科学在最近的20年才把这个谜底揭穿，对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投地。你看科学在这个地球上400年，一代接着一代，一直到最近才真正把什么叫物质搞清楚了。啊，物质是什么？心想生。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过，现在才发现。啊，原来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是什么？是念头波动现象里面产生的幻觉。这是科学家发现。科学家这一句话解释得很清楚，跟佛经一样，可是我们如果没有科学的修养，听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那么学过科学的人一听就明白了。啊，物质真的是假的，存不存在？不存在，实实在在不存在。我们是误以为它存在。啊，它就像电视屏幕里头的画面一样，画面有没有？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真有。你要说他们有，哎，看得有啊，我们六根能攀援得到啊，眼能见到，耳能听到，啊，鼻可以闻到，身可以接触到，怎么会没有呢？啊，不知道，能接触的身，能够起心动念的心，跟外面所有六尘的对象全都是假的。啊，通通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这个频率高到什么程度？啊，现在我们算计算的单位用秒。一秒钟它的波动就是生命有多少次，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2100兆次啊，那么诸位要知道，过去电影啊，过去电影原理是动画，啊，动画的频率多高呢？1秒钟24次的生命。啊，我们用摄影机来拍摄电影。啊，那么这是从前的，现在用数码了。啊，以前是用胶卷。这个胶卷的速度，在放映机里面转变的速度是1秒钟24次，原理是镜头打开，这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啊，镜头再关起来，马上换一张，再开镜头是第二张，啊，一张一张是这么方法的呀。1秒钟24次，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好像煞有其事的样子，被欺骗了啊！它张张是独立的，没有两张是相同的啊！我们的念头是如此，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绝对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我们看我们的面孔，我们的身体状况，哎，好像前一秒钟和后一秒钟一样的嘛。啊，对，你看这个局部一点点，那你要看整个地球呢，哦，不一样了。啊，我们这里白天，那一边是晚上，它不一样了。再看整个宇宙，更不一样了。啊，我们的念头一动，这个画面是全宇宙。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证明。啊，六祖大师明心见性，告诉我们，最后一句告诉我们，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释迦牟尼佛所证得的，慧能大师也证得了。啊，自性能生啊，能现啊，啊，万法是所生所现，能生能现的自性是真的。为什么？它不生不灭。所生一切的现象，通通是生灭法。啊，不管是心法是色法，啊，就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都是生灭法。生灭法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我们对于不生不灭这一面呢，完全迷了。它在我们面前，我们完全不能觉察。啊，对于所生所现的这个生灭法呢，我们非常重视它，我们以为它是真的，这叫迷，这叫错了。啊，诸佛菩萨用真心，我们用妄心。啊，真心所说的东西是真的。啊，譬如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的五伦五常四威八德，这是真的，是信德，信德是永恒不变的。
父子有亲，这个亲爱没有任何条件的，是真的。啊，长幼有序，这是信德，说明信德是有秩序的，它不乱，它有规矩。啊，这都是自然的，啊，不是哪个创造，不是哪个发明，啊，四维八德是自然的，在佛法讲的三规五戒，十善业道自然的，啊，自然我们称为道。遵守自然，我们称之为德。啊，现在到了，没人知道了，全迷了。真正知道的人走了。啊，于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跟信德完全相违背。啊，这相违背呀，这就不是德。啊，是什么呢？佛法叫它造业，叫造业。业有善恶，善业感得的三善道，恶业感得的三恶道。换一句话说，业就是轮回的由来，六道轮回是我们的业力变现出来的。啊，他有没有？没有，假的。啊，真正修学大乘的人，对于什么真假，他有个概念。一般人，你跟他说，他没有这个概念。啊，他不知道什么叫真，什么叫假。啊，凡是佛法里说假的，就是根本不存在。啊，真的永恒不变。我们常常用电视荧幕在做比喻。啊，绝大多数的同学在电视屏幕上，我们在一起学习，在于在电脑里头、网络上我们学习。屏幕是真的，它不变。屏幕所现的像是假的，它刹那在变动。啊，电视的屏幕频率，我们刚才讲，过去这个电影，它一秒钟24张，那么部电视呢？电视一秒钟多少张？以前黑白电视。啊，彩色电视一段时期是50张，比电影速度快一倍多，电影只有24张。啊，它50张。现在电视网络是用数码的，数码比那个又要快1倍。现在这个电视的频率是1秒钟100张，我们完全不知道，以为是真的。啊，我们不妨啊，用这个电，过去这个电影放映机做一个实验，我们看看1秒钟。24分之1秒钟是什么样子？可以做实验。我们把这个电影底片，
二十三章抹黑，只留一章，放在放映机里面，我们在荧幕上看。啊，二十四分这一秒，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了，光闪了一下，就没有了，闪一下就没有。光里面有没有东西呢？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光里面东西。太快了，二十四分之一秒我们就看不到了，只看到一道光。啊，那么百分之一秒，大概连一道光都没看到，没有感觉到。就过去了，没有感觉到吗？那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宇宙的现象频率多高，一秒钟2100兆，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一丝毫感觉都没有，没有感觉，频率太快了。这事实真相，如果不是今天量子力学家他们在精密仪器里面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现在的科学仪器有这种能力啊，1000兆分之1秒他能捕捉到啊，看到宇宙万法的真相。当然他看的不是很清楚啊，可是跟佛法所说的越来越靠近了啊，所以我们相信科学现在不断在进展，20-30年之后可能把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了，那就是2100兆分之1秒精密仪器可以捕捉到。那我们看看物质现象精神现象的真相，精神是念头，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自性里头本来有啊，啊，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就是本来有啊。啊，所有一切现象不离自性，都是自性本自具足。所以说佛讲了一句话说，性外无法啊，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一法不离，没有一法可得啊，自性有影现不同，没有缘的时候它不现象，不现象不是它没有本质具足，有缘它现象，现象就是能生万法啊。佛法是科学，是真的，不是假的。60年前我跟方东美先生学的是哲学啊，老师给我介绍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
讲大乘，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科学的最高峰。于是我们总结，我们就晓得佛法是什么？大学问。普世的教育，佛法教我们伦理，教我们道德，教给我们因果。我们能够遵守的话，在这个世界可以享受一生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这是世间法，佛法的世间教育。除这个有高深的教育，再往上提升，让你了解整个宇宙是怎么回事，那就是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这是佛法教学的内容啊。这能不学吗？真正做过觉悟的人，明白人，佛就是明白人。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不清楚不明了。我们也希望样样都清楚，样样都明白。这个明白人就叫佛陀，叫菩萨。六道确实是迷惑。所以大慈大悲是心的，是每个人心里的统统有的。只是你现在迷了，你不知道整个宇宙一切众生跟自己什么关系，不知道，认为跟我没有关系。菩萨知道，佛知道。慈悲就是爱呀。为什么佛说慈悲不说爱？一般人爱里头一定有情在里头，情是迷。爱是信德，跟迷情搅和在一起，不是纯爱。那么佛用慈悲，慈悲是纯爱，里面没有情执。慈悲所依的是智慧。爱心里面充满了智慧，没有痴迷，就叫做慈悲。所以佛法用慈悲，不用爱。那么世间一般宗教里头都讲爱，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伊斯兰的真主确实是仁慈的，凡仁慈，凡的好。世间宗教里面讲的爱，实在讲也相当伟大了。它里面也有智慧，
不过智慧不圆满啊，因为它的范围只讲到天道，没有讲到设法界啊，所以它真的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啊，因为它有烦恼啊，情执是烦恼啊，没有把这个放下了啊，佛的慈悲，菩萨的慈悲，是自信里头圆满的流露。佛教我们要把自信的慈悲找出来啊，那就是真心啊。自信是什么？我们这部经的经题上有五个字：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就是心得。自信是清净的，是平等的。那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觉是佛，平等是菩萨，清净是阿罗汉。这部经上通通都有啊。那这个经是究竟圆满的大经呢、啊、它圆满具足啊。啊，小乘经只讲清净，大乘经只讲清平等啊，一乘经则讲究啊，一乘经只有两部，华严法华啊，无量寿是特别法门，他清净平等就全具足。换一句话是，事出世间法都在这部经里经上，分量不多，用途之深广没有边际，这真正的宝啊！我们要认真学习啊，深入之后，你法喜充满啊，你学这个东西会上瘾，上瘾之后欲罢不能啊，一天不睡觉可以啊，不吃饭可以啊，不读这部经，不学习这部经啊，不行啊！啊，他有这么大的摄受力啊！我们同学当中有没有这种人呢？有，不多，有好几个，我看出来啊，所以第一个决定不能有损害众生的心，损害有精神物质两方面都不可以弥勒菩萨问的十种心，世尊教给他的时候，头一个就是无损害。念佛的人常常有损害别人，这在戒律里头有杀，杀业，有盗业，有偷盗，这损害啊。
破根本解。啊，那我们常常想着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心好啊。在1970年代1970年代那个时候，英国汤恩密博士，我们在这一个世纪里头真正看到一个真正慈悲的人，爱护地球，爱护地球上所有的众生，汤恩密博士，他是1975年过世，过世的时候是85岁。在晚年最后的3-4年当中，他留下的一些著作，他的著作很丰富，啊，最后这个3年的东西，里面讲到这个地球非常关心，地球上的人还能不能够快乐地生活下去，还是要同归于灭亡。对了，我们二十世纪跟21世纪交替，人走到这个岔路口啊，那这2条路走了一条，啊，灾难的一条路，人为的灾难，就是核武战争。他讲的是竞争，竞争升级斗争，斗争升级与战争，战争爆发，整个地球毁灭。啊，就是现在战争跟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战争不一样。啊，任何一个时代战争，人没有能力毁灭地球。但是现在有这个能力，有核武，有生化，啊，能够在短短的3-5天当中把整个地球上生命消灭掉，太可怕了！啊，为了避免这个灾难，他希望人要救。啊，头一个就期望说，人类要彻底放下贪婪，能做得到？说的没错，大乘佛法讲放下贪嗔痴，那就能入佛门。啊，心里面还有贪嗔痴，是在佛门之外没入门的。啊，所以他说，他在晚年把这个世间文化存亡集聚，完全寄托在中国人身上。他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
啊，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赞叹。啊，中国传统的文化，从小就教你要爱人。啊，爱从哪里讲起？从父母。父子有亲，五伦第一句，亲爱啊，这个亲爱是真的，要用这种亲爱爱一切众生。啊，中国人有这个心量，有历史可以做证明。啊，许许多多这3000年历史当中，很多小国小族群跟中国文化融成一体。啊，变成一家人。而且没有破坏他自己本有的文化。啊，这是他最佩服的。啊，不是我容你要把你的消灭掉，不是的。你依旧还存在，而且还帮助你发扬光大。啊，这西方人没有的。西方人包容同化你。他那个文化存在，你的文化要灭亡，不像中国共存共荣啊，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啊，在中国看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赞叹啊，希望21世纪是中国人的文化啊，中国人文化会带动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会欣欣向荣啊，都能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照顾，互助合作，那么整个地球上会出现太平盛世。啊，所以非常可惜啊，汤恩比没有看到群书之要。如果要看到群书之要，他一定会说，就是这个。那21世纪的书，如果大家都学习群书之要，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啊，不至于遭到毁灭。所以大慈悲心无损害心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学佛了，学大乘，做弥陀弟子千万不能缺少啊！缺少我们对不起阿弥陀佛，因为这个十条阿弥陀佛全做到了，弥勒菩萨也做到了。第二个，无必恼心，念佛之人身心安静，于诸众生常起大悲之心，身家名伤令得脱苦，这叫无病恼心。前面一条是大慈，第二条是大悲。大慈没有损害人的念头，大悲呀，不能逼迫人，不能让人生烦恼。
啊，要有怜悯心。这是佛菩萨了。你学佛了，还要常常逼迫人，还要这样叫人生烦恼，你没有想到冤冤相报啊。你伤害别人，你会得到伤害的果报。啊，世界要讲得不好听，说穿了，这世界到底怎么回事情？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苦世界啊，佛能帮助我们离苦的路。我们修这十种心，就离苦得乐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爱人者，人恒爱之。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别人都来帮助你。因果就在眼前。第三，要守护心。这个要念去神，不念路啊，念要，要是爱好喜欢啊，喜欢守护。你看念佛之人与佛所说正法，当须不惜生命呢，守护爱惜，这叫要守护心。守护落实在哪里？落实在自己真正依教修行，这才叫守护啊。净宗学会是下莲居老居士提倡的，啊，老居士一生呢没有能力建立，没有这个机缘，我第一次到北京去访问黄念祖老居士，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嘱咐我，希望我在海外各地建立净宗学会，我答应了他。啊，我们第一个会在温哥华建立的加拿大净宗学会，听说现在还在。啊，第二个会在圣何西，美国加州。啊，距离旧金山不远的一个城市，美国净宗学会。啊，现在还很兴旺，杨一华居士在主持，啊，我写了个缘起，用非常简单的方法定了行门五个科目，也就是讲的戒律。啊，我们念佛人要守这五个空，
第一个科目是敬业三福，它是净宗最高的指导原则。佛在《观无量寿经》上说的啊，三条。第一条四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啊，第一条是佛的普世教育，人天法。我们把它落实在《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头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啊，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道家的感应篇。最后一句修十善业，十善业道经啊，我们称它为儒释道的三个根。从这个地方奠基础啊，要认真学习，要真干呐。啊，第二福是从第一福的基础上再向上提升，没有第一哪来的第二，就像盖三层楼一样，没有第一层就没有第二层啊。第二层是孝诚，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就这三句。啊，三归是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一时一刻不能离开。啊，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啊，皈依老师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告诉我，这三归。就像呢，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从台北到高雄坐火车了啊，这三贵是什么呢？就是火车票，你有这张票才能上去，而且时时保留到路上要查票，不能丢掉，到达站后的时候票要交回去。他说三皈依就像这一张票一样，时时刻刻不能离开，离开你就不是佛弟子了。啊，佛是什么？佛是觉悟，皈依佛就是觉而不迷，意思要懂啊。那佛就保佑你了，你觉悟就不迷惑了吗？啊，皈依法，法是什么？法是戒律、禅定、经教，一二三，三二一。啊，你看每一部经里头都有戒定慧啊，有戒我们知道怎么走啊，不能没有戒律，无量寿经讲戒律很多啊，专讲戒律三十二到三十七品六品经专讲戒律啊，细说
无界是谁啊，知道该怎么做法。禅是清净心啊，也叫你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要用什么心，禅是真心，要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不能用妄心，用妄心就错了。啊，身是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对待身要恭敬的，他对我们有恩德了。为什么？他提醒我们，我们看到出家人样子，马上就回光返照。我要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他穿上这个衣服，剃了头，表法的，看到佛像，就想到觉而不迷；看到经典，就想到法，正而不邪；看到出家人，就想到清净，啊，静而不染。所以，住世三宝对我们管用啊！要没有这个，没有人提醒我，我们会常常忘掉。啊，有这三宝常常在我们面前，时时刻刻提醒，这就是功德。啊，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念到明心见性，念到大彻大悟，给学佛人在这个大时代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这个人虽然他不认识字，戒定慧三学他达到了圆满。啊，他开悟了。啊，许多事迹一般人不知道。偶尔现现，有人把它记住了。平常小的，没有人记，就存不下来了。啊，里面我们明显地记了两种事情，一个是水垢，啊，天气旱，干旱很久了。啊，他带着大家清理水库，别人也不好意思问他，干旱成这个样子，修理水库干什么？啊，第二天就下了倾盆大雨，下了几个小时，水库通通清耗，水都有，每一个房间里没进水。啊，所以有人说他有神通。啊，还有人家烧这个的稻草，烟熏到这个身上，他们正在里读经。那老和尚不认识字，老和尚没有读经，有几个出家人读经。啊，感到烟熏得呛的，他拿了一个塑胶的，大概是塑胶袋子，把它当作扇子。把那个烟呢扇一扇，那个烟就跑掉了，就没有了，反过头流走了。
啊，偶尔现的这些事情，这是被别人抓住了，记下来了。啊，那我们相信，像这些事情，在日常生活当中常有啊。你们有注意到啊？感应不可思议。啊，所以守护要护自己的境界，要护自己的禅心。啊，心只要静静，就生智慧；清净心生智慧，平等心生智慧。终极的目标，大彻大悟，绝了。啊，这要守护。第四，无执着心。念佛之人，常以智慧观察于一切法，不生执着，是名无执着心。执着。大小乘经里面叫他做见思烦恼啊，见是什么？看错了，思想错了见思烦恼。世尊为了方便教学，把它分为十条，五种见惑，五种思惑。那见惑的五种，第一个身见，执着身生活。哪一个人不执着身生活？哪一个人不爱惜这个身体？啊，爱惜身体怎么办？能把这个身体保住吗？保不住。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人有命啊，医生能医病，不能医命啊！你寿命到了，医生对你无可奈何。为什么？寿命到了，那我这一次到台湾来，我住在香港，邻居有一个同年的老先生，香港人，啊，这个老先生大家看不出来，他懂好几国的语言，啊，年轻的时候，世界几乎他都游历到了，啊，有语言天才，88岁啊，我这次来的时候，我上车，他送我上车，啊。前几天听说过世了，我都很想念他。人命无常啊，他的夫人还在啊，老夫妻每天早晨出来散步，我们一定会碰头。人有命，有业障啊，
啊，怎样保重身体呢？身体是物质现象，前面我们说过了，物质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从心想生。那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心想要好，心都是想好的，都是想善的，纯净纯善，身体当然没事情。啊，我们纵然带着病毒的细胞都能恢复正常。心地重要啊，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啊，海鲜老和尚活了112岁，他吃的是什么？他用的是什么？住在一个是破庙，小庙，啊，小瓦房，那个送给人家都不要的，在非常偏僻的地方，没有人去烧香，没有香火，没有供养，没有收入啊，人都不去啊。啊，靠什么生活？靠耕种。啊，寺庙附近有很多地是没有主的，他去开荒。啊，开出来的时候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他有体力，精神又好，头脑灵活，112岁的身体跟年轻人没有两样。他还怕输，那到树上去摘柿子，水果树，水果熟了上树去摘。112岁干这个事情，啊，往生的那一天，他是晚上往生的，白天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工作，干了一天，啊，拔草、浇水、整地，晚上走了。啊，他与之是之。啊，有人告诉他的老同参呢，跟他讲啊，你要走的时候，我替你助念。他告诉你，不要，不要助念，助念不牢靠，我自己念佛，自己往生。啊，他真的是自己念佛。啊，走的这天晚上，跟平常不一样。敲银磬念佛，平常拜佛的时候不敲银磬，啊，临走这天晚上敲银磬念佛，啊，别人很大意，没有注意到，啊，老和尚还在那里拜佛，他们就睡觉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做了早课，看老和尚房间里面灯是亮的，老和尚房间从来灯都不开的，哎，这天晚上亮的，进去看了走了，一点都不麻烦人呐，什么事情都自己干的，112岁。啊，所以不能执着。啊，一定要心地清净、平等、善良。啊，那么最理想的呢，就是一句佛号。
我们求什么？求往生极乐世界。在这个世间，决定不要去争，不要去求，与人无争，跟什么人都好处，与世无求，啊，对什么人都没有利害关系，我无求，你求的我不求，我不妨碍你，啊，你争的我不争，我不要，跟什么人都相亲相爱，都和睦相处，啊，没有利害关系嘛。啊，跟学佛的人往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学佛的人不欺骗人。啊，所以不能执着这个身，知道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啊，这我所有的，你要我可以给你。啊，用的不好使了可以换一个，身体可以常常换，生是生灭，我是不生不灭，你这个认识清楚，我们就不会过分重视，过分重视很苦啊，你也照顾不了啊，因为你有个命在，命主宰啊，啊，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主宰的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什么是最健康的？念佛是最健康的，海贤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这个小庙，他的妈妈可以给我们做证明，他的师弟海庆法师也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一生过着清苦的生活，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快乐。啊，精神生活的丰富，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见佛，第一个身见，第二个边见，边见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立，我们不跟人对立，不跟事对立，不跟一切法对立，没有对立。那见取见，戒取见，这两个合起来，我们常讲的成见，就是自以为是。啊，很多人都有这个烦恼，总认为自己是想的是对的，别人想的是错误的啊，这个要放下，能够放下自己的成见，采取别人的意见，人家欢喜啊。纵然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态度上要缓和，啊，我们以自以为是、傲慢的态度对人，不知不觉得罪多少人，啊，你在有权有势的时候，人家不敢对你怎么样，你的权势失掉之后，
没有人理你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苦啊。这种情形在社会上只要细心处处能看得到。那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再这个就写进错误的见解，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在邪见包括了。这五种错误见解断掉了，真虚得还空，你是真正佛弟子了。小学一年级，虚得还空。虚得还，那就是圣人，不是凡夫。他虽然没有出六道，他在六道里头有一定的期限，人间天上七次往来，他证阿罗汉，他就脱离六道轮回了。不能小看他啊！神通本能恢复了两种，六种神通啊，它有两种有天眼通、天耳通我们一般看人看不见的，他能看见，他能看见，看到天神，他能看到鬼神，我们看不见。他有天耳通提升到二果，那就又有两种神通出现。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他知道，宿命通，自己过去时再过去时二果圣人应该知道几十世甚至于100多世以前的他都知道，阿罗汉能知道500世所以叫二果圣人的话，这个几十世是没问题的到三果就有神足通，神足是变化，能分身能分身能变化到什么地方去不需要交通工具，他意念想到哪里他身体就到哪里，他有这个能力第四果阿罗汉有漏尽通漏尽就是凡六道里面烦恼断干净了，超越六道轮回，小乘这是这个五种这个六种神通都得到的时候是四果罗汉但是从二果以上要断四果，就是思想错误的想法初果完全断见惑四果有五种：贪嗔痴慢疑五毒这五种断不了，六道出不去贪嗔恚愚痴傲慢怀疑，对圣教的怀疑，对伦理道德的怀疑这五个字不好，见思烦恼通通断尽了，出六道轮回。这里的五个字有一个就出不了六道。念佛人用什么方法？用一句佛号，把这些东西通通放下。
念佛的心里头不夹杂贪嗔痴慢疑，不夹杂前面讲的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十条完全没有，才能脱离六道。啊，那么念佛人有一个好处，自己没有能力断，阿弥陀佛佛力加持，能帮助你断掉。啊，在往生这刹那之间，这一些念头都不会起来，不会干扰你。啊，你平平安安往生到极乐世界。第五个是起敬意心，念佛之人能离世间杂染之法，复于利养等事，常生知足之心，是名起敬意心。这个敬意心就是清净心。清净心怎么样才能得来？第一个，妄念放下，杂念放下。那出家人对于别人恭敬的利养也要放下。如果不放下，就不能往生，就不能超越六道。啊，一定要放下。无论多少，通通放下。放下好啊。啊，转辗转不是啊，愈施愈多啊。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他帮助我改造命运。啊，叫我发现希望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我完全听话。啊，我没有寿命，寿命只有45岁，真的一点都不假。45岁以后的寿命是佛给我，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我这一生也没有这个缘分。好在释迦牟尼佛是榜样啊，所以没有退信啊。晚年我真正做的这桩事情是在斯里兰卡建了一座大学，佛教大学，啊，在马来西亚建一个汉学院，跟印尼回教大学汉学系跟四库图书馆，这是我协助的。啊，都是好事情。啊，其实汉学
湾的同学应当要发现，对国家民族做出最大的贡献。汉学不仅我们自己需要，全世界人都需要。啊，我们也做了个小小实验，在这个实验里面，让我们升起信心。啊，这个实验10年前。我在新加坡团结新加坡9个宗教，我读他们的经典，揭露神圣啊先知他们的语录，变成一个小册子，世界宗教是一家。那我原先还以为这桩事情还要跟很多宗教来辩论，结果几十年来一次都没有，大家看到都欢喜。啊，那么这2年我们努力在做群书之遥，马来西亚2位首相急着要看，所以我就想出360，用这个方式。那第一本出来之后，翻成英语，我们在联合国分送给每一个国家的大使代表，啊，他有195个单位，每一个人看到都欢喜，啊，都非常受感动。我告诉大家，人类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从修身到世界和谐的那种智慧理念啊，方法经验都在这一部书里头。不能不学习啊！每个人看到都有感觉，相见恨晚，好现象啊！啊，国内现在真正在提倡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早年间，老总统是提出了，但是没有实行，只是提出口号而已，没真干呢。啊，现在大陆上40多个大学，啊，包括北大、啊清华、啊上海的复旦。啊，著名的大学40多个大学联合起来要学习传统文化啊，我相信这个很快会影响到全国，好事情啊！我们要不认真努力去学习，将来会落在人后面。啊，台湾学习的优点是文字没有改革，
我们也还是用正体字，这就方便很多。文字汉字要学，要学古汉语，要学文言文。过去台湾国语日报编了一套古今文学，这一套东西好，有注音，有详细注解，还有每一篇都翻成白话文，作为我们初学奠基是最好的材料。希望真正对国家民族、对世界前途关心的人要注意到，要认真去学习。第六个，无王世贤，念佛之人求生净土，成佛种智，于一切时念念不舍，是名无王世贤。这一句其实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念念不忘，无上菩提。心心流入娑婆罗海，跟这一句的意思完全相同。净土是大乘佛法，而不是小乘。大乘圆满的菩提心，第七，无下利心。念佛之人常行平等之心，于诸众生尊重恭敬，不生轻慢，这叫无下利心。这一条重要，一定要落实。那就是说，以平等心待人接物，对一切人事物都要恭敬。对事的恭敬是认真，把它做到尽善尽美。对人的恭敬是礼貌。是以真心待人。事出世间法讲到最后就是讲到真心跟妄心。妄心对人是六道凡夫，真心待人是佛菩萨，永远用真心待人。为什么？因为你是弥陀弟子，弥陀用真心，我们不能不用真心。第八，生决定心。念佛之人不着世间言论，于无上菩提之道深生正信，毕竟不退，是名生决定心。那我们修佛的人，修净土的人，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一生走一条路，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
终极的目标是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学习，希望在极乐世界一生证得无上菩提，我们的愿望就圆满了。所以要知道在这个世间做客啊，可别当真，这个世间样样都是假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能够带走的这一句佛号啊，对极乐世界坚定的信心愿心可以带走，其他的统统要放下啊。幕后这两个第九无杂染心啊，念佛之人修习功恨，种诸善根，心常远离一切杂染烦恼，这叫无杂染心啊。也就是说一切人事无论是善是恶都不要放在心上啊，心不能有杂念，不能有染污啊，这比什么都重要。最后起随念心啊，念佛之人虽观如来相好而不生爱着之心，于无念中常念彼佛，是名起随念心啊，这是真的啊。我们是凡夫，佛在经上讲的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八万四千相，相有八万四千随性好，每一个相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这个我们不能想象，无法想象，我们的想象就观经上常说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啊，八十随心好也就很难了，比较方便的专观三十二相，三十二相要想到它的因与果啊，观相好是修因，希望将来得殊胜的果报啊。譬如舌相，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这是好相。他为什么会这么好相？生生世世不忘语，说法给人做证明，我不骗你啊，舌头撑出来你们看看，你行吗？三世不忘语，舌头撑出来舔到鼻尖，三世不忘语啊，佛是生生世世不忘语，我们要修不忘语的戒啊，才能得这个相好啊。三十二相每一个相都有因啊，修因才能得果报，这是佛的因果教育啊。所以虽观相好不生贪念，这就对了啊。如果有爱着之心呢，就又变成烦恼了啊。海贤老和尚说得很好，一切随其自然，自然是最好的啊。我们想要怎样怎样，不自然了啊，不自然就有缺陷，自然就没有缺陷。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